走去最靚嘅咖啡鋪睇睇。其實唔係咩最靚咖啡鋪嚟嘅，係Tim Hortons啫。有啲人就覺得佢係好好飲，咁咧你想點啊？前啊定係後啊？你話俾我聽。前後你老味啊，咁啊唔係真係咁最靚嘅咖啡，只不過係最 popular， 咁啊入嚟呢度買杯咖啡，咁啊拍俾大家睇下，主要係香港嗰啲人會可能有興趣啲。因為我呢度入油啊，都有咖啡，香港都有，不過我懷疑香港就唔會係蒸馏咖啡啊，呢度係蒸馏咖啡嚟嘅。你如果要 espresso 都有嘅話，佢有架 espresso 嘅機喎，即係呢度啲人嗰個咖啡嘅要求都幾高啊。走嚟呢度睇下，裝下，認識下。喂，你買獎券啊，又買機器買啊，唔使用人手啊，又可以 check 中唔中，又可以用電腦買啊，啊，我都係第一次見啊，犀利啊！買下咖啡先。